我把你救回来的啊，对不对？开始猫咪闻香。自得其乐的一家庭，一个在唱歌，一个在写作业。我们要去看阿金。阿金，停电快乐！谁跟你停电啊？车子给我啦！阿金。越来越风雨了啊、哦，而且很灵活呢。乖呀、啊，好的蛮多的啦哈，是我把你救回来的啦，对不对？明明就是我发现他的，是我的动念。喝鸡啊，喝鸡啊，家里的开胃啊，然后开胃，不是手术那种开胃哦，不要误会。阿根的烛光大餐，可明明就不是烛光，可能是烛光。上面那一颗电子烛。阿斌晚安。阿斌拜拜。明天见哦，爱你。爱你哟、哦，阿斌。搬家第一天的阿虎。嗯，你看那边啊。哇。阿虎。你看我跳船了、啊。阿虎好乖呀、啊，阿虎。最乖的虎。阿虎，阿虎，你喜欢吗？哎，怎么那么巧？他今天搬进来，然后刚好大停电。跟你没关系哦。你喜欢这里吗？喜欢的、啊，嗯。啊，里面是更温暖的。啊，可爱哟、哦啊。超可爱的。哎，搬去的很棒、嗯。怎么啦？很忙，很忙，很忙。啊呼！你看他的眼睛。眼睛都好了，有没有？翻来翻去，翻来翻去。阿丁跟阿布，你们都是幸福的猫咪。好，不要过去。哎呀，倒了，倒了。尿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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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刚下午直播到一半，在这边呢突然停电，第二次大停电。会不会等下突然来电？要去哪里？真的是追紧紧的。阿虎喜欢我。我镜头追不上你啊，阿虎，真可爱。这个弹簧床，你有你自己专属的床，真幸福。给我一下。去，开始猫咪闻香，踢呀、啊、踢呀、啊、踢呀、啊，非常的可爱，非常的可爱，非常厉害哦。你跟他有什么深仇大恨吗？一边咬一边抱着，啊，一边踢，很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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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虎很忙，Turbo Turbo， 氮气开下去了，太厉害了吧！我眼睛跟不上你的动作，又来又来又来了，继续继续继续，你不会酸吗？嘿嘿，咬到我了啦！你先把它给拆了吗？你也太可爱了吧！